Hello， 各位特种兵，欢迎来到 PEL， 我是杭州 LGD 花傲天。2024 PEL 和平精英秋季总决赛就要开始了，肯定有很多特种兵想到现场进行观赛。那下面就给大家带来现场观赛的一些注意事项。进场退场请根据现场指示牌与工作人员引导，观众人数较多请勿扎堆熙攘。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注意举止文明，不要坐在通道台阶上或随意走动。哎，双赢呢，回位置上去啊。请将手机等通讯设备设置于无声状态，不要随意使用闪光灯，做到文明观赛。如发生火灾、地震及其他安全事故时，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导，有序撤离。零食饮料有需要的吗？药也不给你，自己去二楼黄廊购买吧。如果有身体不适，请及时联系服务台或者附近的工作人员。精彩比赛即将开始，10月11日到13日，期待在现场观赛的各位特种兵能够享受比赛，玩得开心。我们下次见。